这边啊。你在哪里啊？在那边。哎，那位叫什么？喂，打个水啊。这里。好。我在移动了。你慢慢。慢慢来。慢慢往你的左边。慢慢移，慢慢动就好了哦。好，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对啊，看得到吗？光这边，光这边，看得到吗？那个，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对对对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挺好线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 ，OK， 你不要逞强了哈，慢慢的就好了，不要逞强。抓到我！抓着抓着，那永轩，抓着永轩。哎 ，Hello， 可以吗？拉得到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要过来。我不知道。这个。我要怎么上？你。等一下，等我坐蹲。哎。另外是什么？等等等。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。你另一只手，另一只手过来，另一只手，另一只手。你的左手给我。手啦，手。你手手，我的脚好痛，抓我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一点。你不要用膝盖，你不要用膝盖。啊不，我要怎么上去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脚好痛。你脚放轻松，我们帮你撑起，我们帮你撑起。撑起。好，一脚。好，等一下。哦。你在里面待多久了？下去。一下下了。下下。你下去。你怎么会从那边跳下去啊？没有怎么？你有力吗？可以哈。等下跟你哥哥吃掉。好。那边吃掉。对，来。那个放哪里的？放那边的。那边放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标着。好。就到我，就跑过去那边，坐在那里。听到人好久了，就是刚刚。一名女子在皮塘公园步道边坡观景散心时，不慎失足落水。远景获报后赶往现场，及时找到了救生圈，并冒险跨越栏杆，沿着边坡下到5公尺处的水边，与现场热心的民众合力将人惊险救起。芦竹分局呼吁。芦心景观皮塘生态公园水域较深，也设有危险警告牌，请民众切勿忽视水深危险性，冒险跨越围栏。